刚刚那个安省，全安省是吧？买全安城啊，滑铁卢地区附近，龙卷风预告，刚刚发出来了嘛？Waterloo Region Police 现在已经走了，走啦，嗰个屋顶吹了，吹了，真的有龙卷风跟住而家个 business 已经 evacuate 啦，即系已经撤离咗啦。啊？No physical injuries was reported。太吓人了！哇，太阳都出来了，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雨的，估计一会儿还会下雨。你看，乌云要走过来了，每人一碗乌冬面哈。今天中午就这样子了，加了几个馄饨，叫他们下来吃。其实我就也不两吃，块乌冬面，三个人吃还嫌多，吃饱一点，零食就少吃一点，知，Why 道没有？people who have 1 million and pet 7 can talk? So 500 million they open. 怎么两个人还坐在一起吃啊？感情这么好啊？你们，best buddies, right? 怎么个 best body 啊？什么时候 Yeah. 变成 best body 啊？We're always best buddies, right? Yeah, 你够唔够？啊，俾你，薯条啊，先讲。哦，怪不得嘞。炸薯条吃了哈，夸张。乌冬面好吃的，QQ 弹弹的，又不肥。外婆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番茄，你们都不吃啊？很甜的。师傅，今天晚上吃什么？盖包。哇，一只可怜的。瘦干干的鸡，今天晚上你来弄了哈。娜娜，把碗收一下。They're playing video games. 我叫他们下来了。It's not working. 你是最棒的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指甲都飞了。正常啊，剪指甲咪咁啊。你也干活，把它扔到垃圾桶，不要整天玩。拿出去。今天是个药材餐厅，这一点药材不够吧？这么一点点，哇，这么行，就这样子吧，给它滚一会儿，等这个药材味出来。今天的重头戏来了，这胖子自己钓的鱼啊。今天把鱼肉片出来吃火锅。你这做西餐的，学西餐的中餐，你行不行啊？哇，相当灵。最主要是自己喜欢吃，吃货一枚。今次条鱼唔够大条，唔系咩？自己不行，还赖这个刀不行。把刀给断了嘛。哇，技术不错。还可以吧。这头发没就可以滚鱼汤。煎一下是吧？那你留着吧，留着我明天煮豆腐汤。胖子说把另外那两条也解决了，那把这个。头跟尾巴就拿出来煎一下，弄汤。这两天都不断的有雨水，我就很少来浇菜了。看看啥情况？这边的大番茄熟了哦，太好了。然后这边小黄瓜，小黄瓜我估计可以摘了吧。还有几条？这里有一条，那边还有一条，那边有两条，可以摘了。把它摘下来，就这样，太熟了，裂掉了。差
超级大丝瓜，老丝瓜应该是。这两条，过两天把它摘了吃了。这可都是我妈的，注入了不少的心血。这不容易长出来的丝瓜，必须吃嫩的。来的，好东西来了。哎呦，差点飞了。这个花了我妈多少的心血跟精力啊，多少汗水换来的，可惜她尝不到她的成果。哇，这里那个番茄跟你说有起码有五六磅重，拿不起来啊。赶紧拍个照给我妈看一下哈。给我拍空心菜给她看。空心菜就不用拍了，怕她难过。我喷了药水的都给蚊子咬，这个蚊子太那个，冰母呀，蚊子太毒了。汉子切的鱼，来个特写哈。嗯。这个不用什么洗一下吗？洗了。哦。洗干净了。OK。宰的时候就洗干净了。什么宰的？你这片完出来，它还要用什么啤酒啊、生粉啊？这个是不新鲜的鱼啊，我这个是刚钓上来的。 你刚钓个屁就都钓两天了。哎呀，反正不用我做，你说咋样都咋样吧。鸡也砍好了，金甜度、花菇、青菜。这汤底要不要放点盐呢？没味道的，只有药材味。蟹粉包，真的假的？假的。鸡脚，煲汤底，不够的有这个，昨天的剩饭。啊？挺不薄的哦。对啊。鱼。嗯。你们我那一。滚啦！开吃啦！这鱼熟了。沙茶酱、豉油、抽糖，点上我这个酱，自制的酱。嗯嗯，好食啊！嗯，很嫩，好食啊！这个鱼很嫩，仲要起晒片。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我叫你信我噶啦，巴闭。梗系唔信华哥呢度信阿俊哥。野生条炸起来，应该有。四磅一样。大董话卖十八九个一磅，咁你自己睇。哇，这一盘含金量水桶啊！嗯，可以可以。我哋知道佢哋中意食。快点捞起来，我放了很多。你哇，放这么多酒。花雕酒。一眼还没下来啊？一眼不饿啊？一眼看了吃萝卜。今天主要是吃鱼啊，鱼多吃一点啊。你仲要中意食？可以整啲豉油啊。鱼啊，外面吃不到这个这么滑、这么新鲜的鱼啊，主要是贵，吃不起在外面，自己能钓的还不错。小心，还是会有鱼骨头。你们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你们喜欢吃火锅吗？那那还可以，一眼不喜欢。卡尔喜欢吃火锅吗？大声一点。OK。前两天。找这个师傅教你开车怎么样感觉？Good, but English hard to understand. But good. Very, very helpful. Teach me all the rules. 上个星期在小红书找了一个轿车师傅，讲中文的艺人觉得他的英文比较不好理解，所以打算再给他找一个。怎么弄的？教英文的。现在交车师傅一个小时要60块钱。嗯。60块钱是比较中等的。有的75都有啊。嗯。想当年我那时候学车的时候，一个小时40块钱。然后那天一人学了一个半小时，花了90刀。唉。要。破产。不是破产了，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把车牌跑到。不不不不，
佢 G1 好好快嘅。Like your car's coming and I don't feel scared anymore. 嗯，你觉得学车开车困难吗？一眼就会冲。只要你喜欢开车，就很快上手的。That's a lot. I just said everything about country because country's the worst. 还好啊，小朋友还能接受这个药材味吗 ？I'd rather listen. Yeah. 啊？谢谢。Or we can go band for band. I have to record that. 来，吃多一点鱼哈。来，吃多点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对，再来，你们同学。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停了。我估计一人吃不饱。他等下可能要找东西吃。你饱了没有？汉堡，没饱，吃。